接下来的节目是由闻名全才、享誉海外的三军一队及空军乐队所带来的演出，让我们以掌声欢迎三军乐队。然后我现在将现场交给乐队说明官。Thank you.
华民国空军，面对中共敌机扰台，我们的飞行员义无反顾将战机升空，昂首承担使命，不畏战，不惧战。面临各种挑战，不论昼夜，不畏风雨，全力捍卫家园，坚守不退。各位长官，各位嘉宾，现在进场的是素有国军荣誉部队著称的中华民国三军一队，他们是国军的骄傲与荣耀，更是国家军威壮盛的象征。平时执行国家重要军礼及庆典操演，展现我国军精实壮盛的一面。为精神标定。
神幻步枪，加上刺刀重达6公斤，这些步枪都是上过战场、打过仗的真刀真枪。一对一中的手腕，除了得负荷常人难以承受的重量外，更得冒着高度危险进行操练。别看他们神态从容、游刃有余的样子，这正是所谓的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三军一队成立至今已60余年，期间队员们团结合作，共同努力，秉持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的一队精神，完成各项重要任务，一队观士兵从中培养出高度荣誉感，更成就了一支代表国家门面的荣誉部队。下一段的操演将演奏由陆军乐队李贞志中士所创作的《为国进行曲》，以及知名歌手任贤齐的《永不退缩》，搭配一对弟兄高难度的枪法操演，敬请各位嘉宾拭目以待。Thank you.
是由五架 F-16 型机海武机大雁队旗